12月30号，杨幂惊喜现身2020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彩排现场。在现场，幂姐单独来了一段 solo， 甜美嗓音带来了一首从未尝试过的曲风，潮范儿十足。本捞的心被幂姐姐狙击到了。随后，幂姐和腾格尔老师合体。当影视剧演员碰上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在此同时，王晨艺酷炫登场，三人同台，唠唠只想说一句：好嗨哟！芒果捞新闻，12月31号锁定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，芒果 TV 全网首播。报道。